好啦，陣間啦，我哋就把握呢個節奏，緊湊啲。咁我講完啦，你哋就接話。OK。OK。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瑞恩。相信熟悉生活调查团的朋友都知道，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通过这个微信号，你就可以提出你生活当中的疑惑，我们会尽力去帮你们调查清楚。最近有一位热心观众朋友，他就留言说他就买了一袋面粉回家，想着每天早上都整点馒头来吃，但是他的心抱看到那些面粉又白又靓，就觉得就被漂白过噶啦，咁佢就话啦，食咗之后就对身体唔好，乜都唔讲咧，就将佢掉咗咯。哇，呢、這个面粉又白又靓，肯定有问题啊！抌咗佢先。做咩啊？做咩啊？做咩抌咗包面粉佢啊？阿妈，你睇下呢个面粉啦，又白又靓啊，都唔知道加咗啲乜嘢落去漂白过咁啊！算啦，都系咪食啦，一阵食出事就唔好啦。点可以咁大晒啊？攞钱买噶嘛，面粉啊，梗系又白又靓先好噶啦。你睇下又冇杂质，蒸出嚟啲馒头啊，又白又甜，唔准抌。阿妈，咁你就唔识啦，买面粉咧就一定要买嗰啲暗色少少嘅先好啊。嗰啲面粉咧冇经过精加工，佢保留嘅营养成分咧就更加多，咁样食起身咧对人又更加好啊！嘥啊，细路仔真系食咗唔好噶，快啲俾我！诶，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准抌唔准抌唔准抌！哇，睇嚟啦，呢场系由面粉引起嘅婆媳大战啦。嗱，既然呢个奶奶啦同我哋生活调查团寻求帮助，咁所以我今日嘅任务咧就系要平息呢场婆媳大战，调查清楚到底点样嘅面粉咧先至系好嘅面粉。今日我哋要求证嘅传言就系面粉颜色暗啲更好，系咪真嘅咧？中国人有句俗话讲，一白遮三丑，唔单止系个样噶，饮食都系咁。唔知从几时开始，白成为人们对面食嘅终极追求，认为面粉越白就越唔含有杂质，质量亦就会越好。就喺几年前，有人为咗增加卖相，喺面粉入边添加增白剂，致使大家谈白色变，导致好多消费者都认为面粉太白，反而就唔系咁好。买面粉就应该拣啲颜色。暗啲噶，既然对于面粉，有人就话白好，有人就暗啲好，咁究竟咩颜色嘅面粉最好呢？我哋先嚟问下街坊。暗啲嘅好啲啦，因为起码都冇漂白得咁犀利。咁唔系白啦。我选择都选择不是白的，要黑的。诶，黄黄地嗰种。黄黄地，白的吧。冇所谓噶，你哋食开边个好食咪买边个啦，黑的吧。黑的为什么呢？感觉比较天然。偏黄啲嘅，如果白嘅，一般你啲面粉或者系啲米，即系冇可能系好白好白噶嘛，因为除非佢系加工过嘅，即系都会有啲偏黄噶嘛。从采访嚟睇，有人认为白色面粉好睇，会选择较白嘅面粉；而更多嘅人就觉得面粉就应该拣啲颜色暗啲噶，营养啲，又唔需要担心可能会被加料嘅危害。其实喺婆媳嘅面粉黑白大战当中，令人纠结嘅无非系两个问题：第一，白面粉系咪可能加咗料，食咗对人体唔好？第二，颜色暗啲嘅面粉系唔系比发白嘅面粉营养更丰富？嗱，睇嚟咧，如果要平息呢场婆媳战争咧，要从两个问题入手。咁首先咧，我哋要了解清楚呢个面粉点解会发白嘅咧？系咪真系加咗料喺里边嘅咧？咁如果加咗料嘅话，加嘅又系啲乜嘢咧？嗱，事不宜迟，我哋先嚟睇下网友系点讲嘅。为咗调查呢个问题，瑞恩上网去搜查有咩方法将面粉变白。喺搜索过程当中，一位网友嘅回答引起咗瑞恩嘅注意。要让面粉变白，那当然是要用面粉增白剂啦。吓？面粉增白剂咩嚟噶？哎，其实我们日常所说的面粉增白剂的话，它是一种促氧化剂。那么我们在食物，就是面粉之中，它会存在一些抗氧化物。那比如说我们的胡萝卜素啊，我们的一些维生素 E 啊，或者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尤其是胡萝卜素呢，它本身带有一定的颜色，所以呢，在面粉制作过程之中呢，它会最终的结果它不会是纯白的。那么用了这种促氧化剂以后的话，它可以使这些东西呢尽量的分解掉。那么分解掉以后，它最终得到的面粉会更白一些。那么实际上这一部分东西的话，对我们的面粉的营养成分是影响很大的。那么实际上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国家已经尽量禁止使用这一部分东西了。那么我们的面粉呢，尽量是以天然色为标准，这是最好的。
但原来这个面粉蒸白剂确实是一种可以令到面粉发白的添加剂来的。现在市面上那些发白的面粉是不是真的用了这种蒸白剂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去市场买几份面粉回来做个实验。好啦，咁大家見到我台面上咧已經擺住三種麵粉㗎啦，咁分別咧都係從唔同嘅超市同埋市場買翻嚟嘅。咁我咧就喺店裏邊揀咗最靚同埋最白嘅麵粉翻嚟，仲有一個咧就叫做麵粉蒸白劑快速檢測試劑盒。咁陣間咧我就會攞呢個嚟檢測一下呢三種麵粉當中有冇呢個蒸白劑嘅成分。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進行實驗。要檢測麵粉當中究竟有沒有蒸白劑的成分，就要先對麵粉進行處理。方法就是先拿麵粉放入比色管裡面，再加入無水乙醇溶解，蓋實個蓋，劇烈震盪5分鐘以保證提取充分，然後靜置15分鐘。好啦，15分鐘過去啦，咁大家見到咧三種麵粉樣品咧就已經處理完畢噶啦。咁而家咧我哋就開始進行實驗。咁首先睇睇呢個試劑盒咧，佢裏邊咧係有三支指示劑嘅。咁首先咧就係指示劑 A， 跟住咧就係指示劑 B， 咁仲有一支咧就係指示劑 C 啦。好啦，咁接落嚟嘅時間啦，我就會首先滴三滴呢個樣品咧落去離心管裏邊，然之後咧再滴三滴嘅指示劑 A。再滴一滴嘅指示劑 B， 最後咧就會滴六滴嘅指示劑 C， 然之後熬勻佢，熬咗五分鐘之後咧，再嚟觀察一下佢嘅顏色變化。如果佢嘅顏色咧係冇明顯嘅變化，又或者係呈現呢個極淡嘅黃色嘅話，咁就證明咧佢係冇呢個過氧化苯甲酰。之但係如果佢係有明顯嘅黃色變化嘅話，咁就證明咧佢呢個過氧化苯甲酰咧係含量超標㗎。好啦，我哋開始。按照以上的方法，瑞恩拿了三份处理好的面粉表面的液体，并且加入指示剂摇匀之后，五分钟之后对比颜色的变化。好了，五分钟过去了，我们现在看看三种的样品有没有颜色上面的变化。首先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一张白纸的了，白纸是作为空白的对照，看看它有没有明显的变化。首先看看第一个，第一个在对比之下我们看到是没有颜色的变化的，那就可以说明它是没有这个蒸白剂的成分。我们再看看第二个，第二个我们看到颜色都是没有变化的，跟之前是差不多，那都是可以说明它都是没有这个蒸白剂的成分。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第三个是不是都没有这个蒸白剂的成分呢？我们看看先，第三個在對比之下依然顏色上面是沒有變化的，跟之前是差不多，那都是可以說明它是沒有蒸白劑的成分。從剛才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得出三種樣品都是沒有這個蒸白劑的成分。咦，這樣看來的話，節目開頭的那位新抱就可以安心去買麵粉咯。但是婆媳之間的問題還未完全解決，因為新抱還說過他覺得這個暗色的麵粉是沒有精加工過的，所以說它在處理過程當中會有更加多的成分，這個營養成分就會保留下來，自然這個營養價值就會比發白的麵粉要更加高。這種說法對不對呢？不同白度的麵粉的營養會不會有不同呢？顏色暗的麵粉是否真的更加有營養？為了調查這個問題，我們的調查員瑞恩就決定帶著麵粉去到檢測機構進行專業檢測。不過在檢測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一下判斷麵粉的營養價值的標準是什麼。對於麵粉來說，實際上我們的主要目的呢，實際上是提供澱粉，所以它的營養指標我們所說一點，如果是只是從能量的角度來考慮，說它的澱粉的含量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营养指标。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改善以后的话，我们对面粉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不单纯是说只是作为一个能量供给，那么它天然含有的比如说一部分的维生素，那么比如说低度维生素，还有它含有的膳食纤维，我们也尽量希望它能够保持得更完全一点。所以呢，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和膳食纤维的含量都作为它一个判断它营养价值的一个指标。嗱，专家就话啦，矿物质、蛋白质同埋维生素啦，既系小麦当中嘅主要营养元素，亦都系衡量呢个面粉营养价值嘅重要指标嚟噶。咁所以咧，我就从唔同渠道买翻嚟三袋面粉，咁佢哋咧都系唔同百度嘅同一种面粉嚟噶。接落嚟嘅时间咧，就有请我哋嘅检测人员帮我哋检测一下呢三袋面粉当中佢哋嘅矿物质啦、蛋白质啦同埋维生素嘅含量情况系点嘅。
检测人员对三份面粉样品进行了专业的检测，实验数据显示颜色最白的面粉的矿物质含量是最低的，颜色次白面粉的含量次之，而颜色最暗面粉的矿物质含量却是三者当中最高的。咁呢三种唔同白度嘅面粉嘅蛋白质含量同维生素含量情况又系点呢？检测结果显示，颜色最白嘅面粉嘅蛋白质同维生素 B1 嘅含量都系最低紧，颜色次白面粉嘅数值次之，而颜色最暗嘅面粉嘅蛋白质同维生素 B1 嘅含量却系最高紧。通过检测我们发现六号的样品它的颜色是最暗的，但是它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 B1 都是最高的，而四号样品它的颜色是最白的，但是它的各项指标都是最低的。从刚才的检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三份样品当中颜色越暗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咦，为什么一样的面粉它们的营养价值会不同的呢？而它们的颜色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在我们制作过程之中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大米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是把它磨得很厉害，也就是说把它的表层去得越多，我们得到的面粉呢就会越白。那么在生活条件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生活条件达不到一定要求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吃白面粉的人是富裕的人家，而吃黄色的或者是说粗面粉的人是穷的人家。但是实际上来说，从营养价值的来说的话，其实越精白的面粉的话，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会越少。那么就是说，我们附加从面粉里面的其他的营养成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加工过程之中的加工的精度决定了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的多少，是这个意思。原来取粉部位不同导致面粉颜色的不同，颜色发白的面粉取得的小麦的中心部分，发暗的面粉取的是麦皮的部分，而麦皮部分就含有更多的矿物质、蛋白质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调查到这里我就知道了，原来靠近这个麦皮磨出来的暗色面粉要比靠近麦芯磨出来的白色面粉要更加有营养。这样看来的话，那位新抱是对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以后选购面粉的时候首选应该是暗色面粉呢？事不宜迟，我现在按照这个方法嗱嗱声买回两份面粉回来整我最喜欢吃的面包咯，行啦。哎，瑞恩你又不用急着的，我们的调查还未完，你不要这么急着落定论先啦。靠近麦皮部分磨出来的面粉颜色更暗，但小麦麦皮的营养含量却是更高的，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颜色暗的面粉更好呢？影响面粉颜色的因素还有哪些？我们又应该怎么选好的面粉呢？千祈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日日还你听。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知道在靠近麦皮部分磨出来的暗色面粉比用麦芯磨出来的白色面粉更加有营养，那这个是不是代表面粉颜色暗一点更好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面粉的颜色和营养价值？我们应该怎样来选面粉呢？生活调查团继续为你调查。瑞恩，你的面粉是买回来的，又不去做面包，反而在研究面粉的包装，是不是不想收工啊？导演，你唔好心急住啦。你睇下我右手边嘅呢个面粉啦，明显要比左手边呢个面粉要白喎。咁我哋先将呢个左手边嘅面粉倒出嚟睇睇先吓。大家看到我桌面上的这两盘面粉，右手边这个面粉看下去就又白又靓的，而左手边这盘面粉就比较暗的。按照之前我们的检测结果来看，我的左手边这盘面粉它的营养价值应该是高一点，但是我们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竟然是相反的。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颜色比较光一点比较白一点的这个營養成分表上面就寫了，這個蛋白質每100克是有11克的，它的營養素參考值是 18% 的。我們再來看看左手邊的這個麵粉，本應該營養價值是要高一點的，但是它的成分表就寫著這個蛋白質每100克是只有9克，
咁佢嘅營養素參考價值咧係只有15%嘅喎。哇！呢、這個又點解回事咧？瑞恩啊，瑞恩，我叫你唔好唔急噶啦，我哋嘅調查仲未結束噶嘛。喺瑞恩買翻嚟嘅兩袋麵粉當中，顏色較暗嘅麵粉外包裝上面標誌住嘅蛋白質含量比顏色較白嘅麵粉含量低，呢、這個同之前嘅檢測結果係唔相符噶。究竟係點回事咧？帶住個疑問，瑞恩帶住呢兩份嘅麵粉去到機構嚟尋求幫助。飞心，你怎么了？怎么一脸的纠结啊？老师，遇见您太好了，我正烦恼呢。你又遇见什么问题了？是这样子的，上次呢，我们不是做了个实验吗？然后就检测三袋面粉，就检测出来呢，就是说颜色越暗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然后我又买了两袋面粉回来，就发现上面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写的呢，跟我们检测结果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这一次呢，就想请您帮我检测一下它里面的其他营养成分含量是怎么样的，可以吗？好吧，没问题。好，谢谢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检测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呀、啊？这个实验呢需要2天的时间，可能过几天才能出结果。那这样子，那麻烦您过几天再把这个结果发给我好吗？可以啊。好，谢谢老师。两日之后，检测结果出嚟啦。数据结果显示，较白嘅7号面粉，佢嘅各项维生素同矿物质含量都系比较暗嘅8号面粉更高。吓，咁呢个咪讲明颜色比较白嘅面粉，佢嘅综合营养含量要比呢个颜色比较暗嘅要高，点解会同第一次检测嘅结果系唔相符嘅咧？究竟系点样回事啊？点样嘅面粉先至系好面粉啦、啊？睇嚟乜嘢颜色嘅面粉先系好面粉嘅问题，令到我哋调查员有啲凌乱啦。不过瑞恩并冇失去信心，而对比之前嘅实验过程，进行咗一番仔细回想。咁佢哋咧都系唔同白度嘅同一种面粉嚟噶。哦，我知道啦，因为上次做检测嘅时候咧，个样品咧系同一种面粉嚟噶，而我买翻嚟整面包嘅面粉系唔同种类噶，所以咧就导致咗呢个检测结果唔同啦。嗯，我明白啦，所以我再要去深入调查一下。为咗验证猜想到底啱唔啱，瑞恩再次去到唔同嘅超市同商场。呢一次佢买咗3份唔同嘅白色，而且系唔同种类嘅面粉，并且交俾检测机构检测佢嘅蛋白质、矿物质同维生素含量。呢一次检测结果显示，颜色最白面粉嘅蛋白质、矿物质同维生素含量次尖，颜色最暗面粉嘅含量系最高噶，而颜色次白面粉嘅各项指标含量却系三者当中最低咁。咁样睇嚟嘅话，我嘅猜想咧系正确嘅。咁点解同一种面粉检测出嚟颜色越暗，佢嘅营养价值就越高，而呢个唔同种类嘅面粉检测出嚟就唔系咁嘅咧？究竟系乜嘢影响咗或者决定咗呢个面粉嘅颜色咧？其实如果从面粉的这个加工过程之中来说的话，实际上来说，储存的时间长短呢，肯定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的改变。那么我们所说一点，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在小麦里面含有的 B 族维生素，或者是一些维生素 E， 就是说在胚芽里面含有的维生素 E， 这些营养成分呢，实际上是受到时间的推迟呢，它会损失越大。所以呢，储存的越长的小麦或者是面粉来说，它这种营养成分损失的机会就会越大一些。那么在这个加工过程之中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你的小麦存在的时间越长，那么我们担心它的霉变的机会就会越大。那么实际上这种加工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加工程度就会更厉害一些，就跟我们的大米一样，磨个一次不行，就要磨2次。那么尽量把表层可能受损害的把它磨掉。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只最终得到的淀粉会比较白，但是呢，它的成分就只剩下淀粉，它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基本上是没有了，基本上没有，主要是一个加工过程和一个保存时间对它的营养成分的影响是特别厉害。原来面粉好与坏不应该单单从颜色上面去判断，因为制作工艺不同、小麦品种的不同、储存时间的不同，都会对面粉的颜色和营养价值造成影响。所以识别面粉的好与坏，应该主要看它的水分、颜色、面筋质和新鲜度这四个方面。接着来就等瑞恩教下大家怎样选好的面粉。好了，通过今期对面粉的调查，瑞恩我在怎样选这个好的面粉的问题上面都是做足功课的。咁接落嚟嘅时间咧，就教下大家点样去辨识面粉嘅好坏啦。咁首先咧，见到我台面上已经摆住两种面粉，咁一个咧就质量好嘅面粉，而另外一个咧就质量差嘅面粉啦。咁首先第一个就系面粉嘅含水量咧系唔超过12%至14%。咁你喺鉴别嘅时候咧，可以攞手去掂一掂呢个面粉，去捽一捽佢。咁如果佢系随之散开嘅话，咁佢咧就系水分正常嘅好粉嚟嘅。之但系如果你捽完佢之后，佢系唔可以随之散开，咁就证明佢个水分咧系过多。咁喺煮嘅时候咧就容易结块啦，同埋变质。咁第二个咧就系从颜色上面嚟睇啦。嗱，颜色上面嚟睇嘅话，首先质量好嘅面粉咧，佢睇落去咧比较白净啦，又或者系有呢个淡黄色嘅。如果系质量差嘅面粉啦，嗱佢睇落去咧，佢就会变暗呢个颜色。嗱，从第三个方面嚟睇咧，就系从味道方面啦。咁首先咧，我哋闻下呢个质量比较好嘅面粉系咩味道先。质量好的面粉闻下去就味道比较正常，同埋再闻下会略带香甜的。再来闻下这个质量差的面粉，质量差的面粉闻下去就会有少少的酸苦味，同埋会有少少发毛的味道，味道就是不好闻的。看来而家瑞恩唔单止知道点样拣面粉，仲可以教识大家啦。其实面粉嘅好与坏同佢嘅颜色真系冇太大嘅关系噶。面粉既唔系越白越好，又唔系越暗越好，因为面粉当中含有胡萝卜素，正常嘅色泽应该系白色略带微黄。所以我哋喺买面粉嘅时候，唔单止系靠佢嘅颜色嚟拣，而系应该从佢嘅水分、颜色、面筋度同埋新鲜度，以及自己嘅需求嚟选择购买。你学识咗未啊？好啦，今次因为面粉而起嘅婆媳大战啦，终于可以平息啦。咁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咯。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节目资讯，又或者你生活当中有疑惑想同我哋提出嘅话，都可以扫描我哋屏幕下方嘅二维码，关注我哋生活调查团嘅官方微信。我哋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